蛋黄。蛋黄，哎呀，蛋黄我们当然有，就在这儿。我们要蛋黄，你家这个客栈是谁呀？两位公子，他呢是我们客栈专门负责蛋黄的蛋黄哥啊。哎呦，你这真的蛋黄？你弄了蛋黄哥来干什么？而且他地上那一摊是什么？是蛋白吗？蛋白，对啊。哎呀，蛋黄。好了啦，蛋黄哥。不要再演了，不要。蛋黄哥。不要这种。起来工作了啦！哎呦，拜托！我们不要这个蛋黄，好恶心，好肥哦！对啊。好，那你下班，你现在下班。好啦好啦。下班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圣杰，杰伦，好久不见。是的，圣杰，哎，你好久没来，要不要来唱一首歌？哦，那你这边有什么歌曲可以唱 ？OK， 我们这边有双节棍、安静，还有三年二班。我要三年二班手工薯条，超级好吃，陈志豪，天津怎么的？你干嘛来白痴啊？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，我刘海都断了，刘海都断了。冷静一点 ，OK， 你到底要唱哪一首啊？那我带来这首《安静》。你要我说多难堪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？我真的没有天分，安静的没这么快。我会学着放弃你，是因为我太爱你。谢谢，唱得比原唱好听。谢谢谢谢谢谢圣杰，很屌很屌哦，歌声一样那么好听。OK， 接下来大家很期待第二位嘉宾，对不对？第二位嘉宾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跟他常常在新生桥下一起打篮球。这位嘉宾就是我们的老肖萧敬腾。大家好，我是萧敬腾。那个杰伦，我没有麦克风。没关系，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。你看看你右边的口袋。右边的口袋，我右边的口袋里面有口袋烧饼。皇家口袋烧饼，好吃。OK， 等一下，金腾，你先不要在我的演唱会宣传宪哥的商品，好吗？你会介意是不是？置入啊？不是，你先找一下你左边的口袋。左边的口袋，左边的，真的有麦克风。OK， 那就带来这首《Indiana 老板就》。你是我的小姑娘，我是你的小。我耳边，总是
我不再撒野。我呢 ？OK OK， 今天就先唱到这边。主角是你，所以让给你。OK OK， 那我先走，下次打篮球。OK， 等你约。我跟咏春，叶问，佛山咏春派，师承陈华顺，萌发566，头发很滑顺。家住咏春捷运站隔壁，占地3.5坪，每坪88万元起。咏春富都心，哈哈哈哈！咏春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！你们佛山人品质低落，创意不足。娱乐不够，知识没有，历史共生。为了生活我可以忍，但是侮辱中国武术不行，甚至是整个娱乐圈，我要挑战10个。我是代表难过情绪的悠悠，我会一直往负面思考，这实在太悲伤了。叫名师来势汹汹的赖世雄，今天要教各位什么简单的英文呢？相当简单，今天讲一个例句，各位知道 Are you agree? No, I don't think so. 这句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吗 ？Are you agree? No, I don't think so. 这句话很简单 ，Are you agree 的意思呢，就是你敢不是阿鬼 ？No, I don't think so. 就是我拍谁，我不会接收了。这句英文是不是相当简单呢？烂死了！对啊，你们中分，你们平常讲这个多有创意，烂透了，好可怜，哎呀，这气氛不对，老师来点音乐，哎，开心多了，哎呦，还能站，哎，可以站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可以耶，好灵活的厨师。从他威胁而出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系春师猪猪。哦，遇到什么事情大家都不用担心，由我来替大家解惑啦。但是今天我好像有约了，奇怪，我约的人到底是来了没有了？春师猪猪，哎，春师猪猪，海太太，你来了呀？我来了。今天来也有一些问题要问你。哎呀，又有什么事情啊？因为啊，我其实还是一直很害怕一个东西，我真的好怕黑哦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了，这个恐惧呢是每个人一定都会有的，所以当你害怕什么呢，我们要勇于的去面对恐惧。你刚刚说你怕黑，我怕黑，怕黑是吧？哎，怕黑是，哎，哎，哎，不方便，不方便，不方便。你不方便，我帮你拿。怕黑很简单啊，你就用防晒乳就好 ，SPF 50++++，黑的都能够白回来，白的都能够透过去，还会流血呢。春师猪猪，不是这个黑，我是怕黑，我怕看到阿飘。怕看到阿飘啊？对。那你就离红色的东西远一点。可是阿飘不是是白色的吗？哎，阿飘哪是白色的？阿飘是红色的。我。你没有听过人家讲说昂阿飘昂阿飘，阿飘不是白的，是红色的啦。全是猪猪，你真的好有哲理哦。那是当然的啦。好厉害哦。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咯？全是猪猪，因为我最近，你不要这种崇拜的眼神，这样我要开导你了。等一下，全是猪猪，我最近一直忘记事情。哎，到底为什么一直会忘记事情，都记不起来。我可以建议你一个地方去放松，你可以去马德里。为什么去马德里？因为你有失忆嘛。对，所以你到了马德里不失忆啊。